成骨不全症是一种长期的病患，而长期病患往往会成为一个家庭不幸的开端。内地有不少人穿州过省来到深圳看医生，医疗、交通、住宿对他们来说都是沉重的负担。这种困局其实是可以被改变的。我不单止要医好他们，更加想帮他们解决治疗期间生活的难题，令到整个家庭可以过回正常的生活。以前父母教我 You need to count your blessing， 我能够拯救其他人的生命之余，还可以成为他们家庭的祝福，这种就是我所实践的人道精神。